乡不听，请我领来说三农，农村的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老少爷们您听好，请我给您标一标2020新农合，再给大家来说说农村合作医疗制。03年起八点市经过试点和运行，制度已经完善成，已经基本全覆盖，深受百姓的喜爱，从此看病能报销，很少自己把钱掏。农村医疗刚实行，考虑百姓比较穷，每年实验的费用，个人看病有保证，个人看病有保障，从此农村大变样，之后一路的上涨，听我接着往下讲。今年2020年可能要交300元，农村朋友都在说可能要交300多，交费标准不知道，其实都是瞎胡闹，标准没有公布前，都是小道消息传。2020有变化，国家财政压力大，因为病毒大流行，百姓国家都受穷，为了能遏制疫情，巨额投入在进行，医疗费用在投入，企业开工也不足，国家百姓都困难，补贴提高非常难，个人交费难提高，不会更多钱去交，因为复工有影响，百姓收入难增长，考虑百姓的困难，应该不会多交钱。农民收入难提高，还要新农合来交一笔不小的数目，希望能引起关注，中低收入的农民负担太大会返贫，这些不是毛毛雨，一部分人交不起。提醒大家要注意，交费一定要连续，如果出现了断交，看病自己把钱掏，提醒大伙记心中，避免断交的发生，重视断交的影响，轻易不要去上涨，如果真的涨上去，大伙不要有情绪，个人交费在上涨，国家补贴也上涨，个人很少来承担，区域都是国家担，保障水平再提高，更多费用来报销。以上几点给您谈，都是个人一家言，交费标准没公布，说啥也都不算数，等待国家的标准，助推社会发展稳，各种说法无根据，都是随随便便提，不要过早去讨论，政策出台才可信呢，才可信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谁安慰。